有一句俗语讲，有食佮有掠，有真个内行人真爱食龙胆石斑。伊唔呐肉质真 Q， 而且有丰富的价值。咱讲实在，这个龙胆石斑的这个鱼的价钱比一般的鱼啊有影有较贵。啊，所以讲平湖渔会就拍折，要推广这个养殖鱼啊。免费提供予乡亲享受这个龙胆石斑的鱼啊汤，啊你若食无够开呢，食无够开，阁会使炸转去。大家来啉啉这个赞的这个龙胆石斑。一大鼎青的鱼啊肉配清甜的汤头，予人看个嘴暖口口流，真侪民众拢走来排队，而且这汤唔免开钱，地当解丢。今天还可以外带哦。为了要讲给朋友用库拉吃的鱼啊，朋友喜欢先让大家来试吃鱼啊白好滋味。这个是比较好，比较干甜，是哈，清淡的，不输野生的。对，不输野生的。因为朋友的海水盐度高，鱼啊大较慢，肉质吃起来较 Q。不过除了海水以外，库拉吃的鱼啊，因吃物件嘛真讲究。他们吃的饲料是我们澎湖渔船抓回来的那个下闸鱼，哦，都是天然的那个饲料。因为食个真天然，和鱼仔白口感含野生的石斑鱼差不多平赞，食过民众拢学了解得知。另外，今仔日除了免费鱼仔汤汤啉，阁加送一盒市价百亿的珍珠石斑鱼仔肉，和民众有汤吃，阁有汤了。